们走路你还是进去，来进去吧，进来看看是吧？进来吧，进屋吧。来来来，来吧。哦哦，我来看一下吧。哦，上女屋来是吧？对对。哦，能给多少钱？这能给多少钱是吧？啊，这往下看看啊，大娘啊，您别着急啊。嗯。有有有，这个不老啊。嗯。大爷，这个应该是五六十年代的。啊，这都是哎，这都是你看到吗？湖南，这都是印花，这是印花的，印花的。这个不是很老啊，五六十年代有个。五十年，嗯，五十年是吧？嗯，有个五十年，哎，五十年应该是你们小的时候用的嘞。嗯，这个也是中国制造，看到吗？带着China的款，对，这个可能也是解放初五十年代左右的东西，不老啊，大爷。这个的话，给不了多少钱，这俩能给一个十块二十块钱。哎呀，给个十块二十块不能买，那不能买。那一百块钱给不上，这俩它不是那种很老的东西，还有老点的东西吗？有啊，有，我看看。等等，俺们和那院子老的很的，啊，拿过来给他看看。老的很的，嗯。哦，可以，我搞着保存的，在这搁着，还怕打落。害怕打落啊。嗯。啊，来来，放地上，来，哎，放地上，我看看。哎，年龄大了，没有收入了。年龄大了是吧？哎，对，没有收入了。哎，都卖它吧。嗯，嗯。哦，对，这是老的。嗯。就这一个是吧？还有一个呢。啊？还有一个呢。哦，两个，嗯，哦，一对儿。嗯。嗯。这应该是分家的时候分的吧？嗯。这可早了，我都不记得，我都不记得，你都不记得什么时候了，那个，嗯，这个东西没怎么使用，这个东西都，嗯，是不是结婚的时候就这么一代代的传下来的，对对对，老的给的，嗯，我也给你光说好好保存，不知道咋回事，俺年数不少了，年数不少了是吧，大娘？对，得有两辈子了不？两，这个东西啊。我跟您说实话，就是大过年的，我也不能蒙你们。你们这么大岁数了，嗯，这是大清乾隆年制。啊，嗯，大清乾隆年制，乾隆年制，两个这是一对儿，哦，都是乾隆年制的。哦，哎，它小点儿画的呢，不是经，它不是官窑哈，是烙着乾隆的款，就等于是乾隆皇帝的时候，那时候民窑的东西，本年制本年款的东西。嗯，不是很值钱哈。嗯。因为它尺寸小，画的是缠枝莲，嗯，但是右手发色挺好，保存的也挺好，我看着，我再看一下哈，嗯，给2000块钱行吗？嗯，给2000。两万给三四千嘞，不是不？给三四千给不到这个数。人家卖古董的不是你自己好多了，来的看了好几个了，那都比你给的高了还。哎，大爷，真的，您不能这么说话。他们要是给了我高，你早卖了，他们给不了我这个。他问题是俺那时候没花钱，俺，不卖啊，现在俺困难了，我说。困难了。是吧？俺困难了，俺就想卖他们。想卖他，我给的这个钱，我给的不少，大爷，真的，2000块钱不少。这别的2500、3000的呀。2500、3000的啊，你跟别人来啊，估计一张嘴也就给你个几百块钱，我这一张我就是2000块钱这一对，你给的是不少，是吧，大娘？哎，你看大娘说的是，大娘说的是公道话，啊，哎，给你不少，嗯，那不能黑，那你差的忒多，不，他不差多，我啊，没少给您，这是大娘，这是在床上躺着身体不舒服是吧？啊，上岁数了是吧？嗯。其实大爷呢，我一来到这儿，我看您就二老在这里，所以说我就没少给，我一张嘴我就给2000这一对，因为确实保存的挺好，品相挺好，也没怎么有使用痕迹，没怎么用过。2500吧，2500。俺呀，大老远的来，俺也得挣点钱。哎，
啊，那对吧？对不大娘？那干啥去整啊？不整谁不干这？哎，您看俺给2200行吗？再加200，因为俺给到你2000块钱了，已经就给到数了，俺怎么也得挣个，对吧？啊，到家里给他我，再给涨一点吧。嗯，2300，行吧？嗯。我看你也挺识货的。啊，是吧？是。我再看一下哈，没有冲线我就能给，对吧？您说2300我就给您了。嗯。要是有毛病的话，我就给不到了。嗯。你干我们这一行也有赔钱的时候啊。那是，你干啥也是这样。我得看一下哪一个哈。行啊，我看着看，姓包村行吗？行啊，这样俺就给你2300，行吧？行吧？行。俺就给。看你是个老人。您那两个，您就留留吧，年份前脸上两个吧，嗯，行吧，那两个俺就不要了，嗯，行，要的话那个给不了多少，给二，给20块钱也行，嗯，啊，行吧，那个给，哎，那种给不了多少钱，嗯，手机给你扫能扫吗？不能扫，我老年机，老年手机，不给扫，人家不大识字。哦，不咋是，双键手机扫不了是吧？嗯。对，1000是吧？嗯。也是我大人，那是拿手机都没用，都是老年手机的。老年手机是吧？嗯。2300啊，大爷哈。嗯。2300，您数数。好。嗯。是吧？是2300。哎，好的，大姐，过年了，对吧？再给你这200块钱呢，自己买点吃的，看大娘子身体也不太舒服。嗯啊，你拿着吧。嗯，你拿着吧。你不要啊，那不要钱。哎，不，你拿着吧，拿着。够多的了。啊，不，那个。不是这个盘子，这生意是生意，俺、多少钱给他多少钱，这200啊，俺、是一个心意，过年了，你给大娘买点吃的，看身体也不太好。那2万你少走吧。哎啊，那两万，那2万再少走吧。两个万，两个万少走吧，俺得给你20块钱吧。你也不要了，行了，够了，人都要了，够了。啊，2万，少走吧，少走吧，零钱别吃啊。那也不用，不啥也不是。你说不，那我得给你，再给你100吧。不要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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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了。行了，再给100吧。都看得见，这2碗确实，年份钱不嘛。不要了，不，你这拿了，你不要，你不要，俺这2碗你自己留留吧，俺就不要了。俺要不然，这2碗。那也给点儿，不给你这一百了，这2碗俺不要了，大家。哎，因为俺出钱明天了，俺不能太赔。不，你也太实情，你听俺说，俺要是拿走你这2碗，俺就说不清了，对吧？这俺要是给你。不，这200块钱是给大娘养养身体。俺要是真把你这2万拿走了，真的说不清楚了。真的不，您听我的，这是您自己留着，再留着这个东西再放，这个东西再给了您下一辈再放放，还能卖很多钱。这是50年代吧？不，放着吧，不打，听我的，大爷，不，那走吧，不打了，大爷，拿了，真说不清楚了，真说不清。好嘞。不，啊，给不，不行，嗯，不行，好嘞，好嘞，好嘞，好了，好嘞，哎，先走了，好。
好嘞好嘞，不用送了不用送了，再见。